民进党六十几席，只有一个高嘉瑜站在议会殿堂之上，今天只有他，不怕得罪这些老港，不怕得罪他们党内这些位高权重的人，出来替大家讲，我们要囤房税，我们要持平制，我们这个房价不合理。今天国民民进党六十几席立委，六十几席，国民党只有三十，民众党只有五席，时代力量只有三席，民进党六十几席，只有一个高嘉瑜站在议会殿堂之上，无论是对到苏贞昌，对到花进群，他都是勇敢的，勇敢的，他知道这些都是党内人士，而且都是大佬，只有他。我跟你讲啦，以政治人来说，他跟我同年嘛，他四十几岁，很年轻的。一个立委市长，立委有了七十几岁，对了，老苏贞昌嘛七十几岁啊，一对老伙啊。今天只有他，不怕得罪这些老搞，不怕得罪他们党内这些位高权重的人，出来替大家讲，我们要囤房税，我们要持平制，我们这个房价不合理。那这个事情高嘉瑜也只有他，也只有他。